啊，主席，啊，我们各位同仁，我们曾部长还有各位相关部会的官员，大家早安，大家好。我们总召也来了啊，谢谢。主席啊，是不是我可以来请部长？请曾部长。土委你好，部长，是我刚刚还在跟你们潘委员也是谈到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啦。的确，这一次的问题很严重像这个 DEHP 这个立身把它加到食品里面去，这个你认为它是不是就是跟千面人一样？是不是这个对社会有重大危害？当然对社会。一般人体的健康有重大的影响跟妨碍，也因此我们要求那个各检察机关侦办的时候要一定要查明适用正确适当的法律。好，那你的观点里面适用正确适当，你觉得大概像这个应该判几年？判几年是由法官。我知道，但是你法条，你讲法条就好了，你法条大概可以判到几年？如果照食品卫生管理法的话呢，那当然它最高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了。三年以下，但是、okay. 但是有人跟我说用刑诉可以用了七年，是不是？现在如果类似于千面人的那个状况，那我们士林地检署有在研讨呢，它可以适用刑法191条之一。几年？那个如果。照法律规定是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是如果致人于死的话，最高还可以判到无期徒刑。好 ，OK， 那这一次我可以保证 DEHP 大概要致人于短期死大概不可能了是，大概要死顶多死掉鱼而已了而且你要倒到水里面去，它会再昏厥会更毒，那这种急性毒就会杀死鱼。人吃大概是只有慢性了。那以后才会死以后就以后才会得癌症啦、什么什么，但是这个以后对，好，所以这大概是七年。但是社会上有人在想说，太少了，说有人在提倡说要什么无期徒刑啦。你从你的角度啦你认为像这样子的一个危害，你认为说用刑法可以七年以下啦这样子以及用无期徒刑，你认为？你喜欢哪一个？当然无期徒刑你可能是要我们来修法了嘛，对不对？无期徒刑当然我们法务部呢有刑法修正小组，他们会就整体的法律的那个你的倾向，你觉得说如果修成无期徒刑是比较可以来保障民众健康吗？如果从贺族了这个时代上当然是要从重了。也就是七年还不够重就对了。是不是我们可能还要研讨了？不要研讨了，现在已经火烧屁股了，现在已经非常紧张了。你讲一下，好让我们要修法也配合也比较方便嘛。你接着说七年够不够？那我们把这个问题呢带回去。还要带回去？你人已经在这里，还带回去躲躲闪闪，怪不得这个都会过好。这样子，不然我再另外一个问题。假设我们立法院等不到你们行政单位的作为，我们立法委自己有人就去修了修成无期徒刑，你赞成不赞成？我们会给予尊重。好，那如果说修成无期徒刑可以溯及既往吗？也就是这一次用得到，还是准了以后用？ 我不能溯及既往。所以等于这一次是可以用的，最多只是用目前的刑法到七年以下了。法律修改以后，我知道是就是这样子嘛。这一次如果可以用，顶多是到刑法七年以下就对了啦。好，如果我们立法院有人不满意，顶多是修法，但不能受其既往。好 ，OK， 这个我就问到这里，因为这个社会上其实已经非常非常的。那你认为这个是刑责不够重，所以才会发生这个问题，还是行政单位、主管单位公权力的疏失，比较说毒物的管理不够好，才会发生这个状况？是因为我们刑度不够？所以才会发生，还是因为这个行政作为不好不够？应该这两方面都有关联性那这样的话，也就是说，行政上管理拖了这么久的时间才发现，
那这中间就都没有管嘛，等于是毒物没有管嘛。那这样的话，这个我们的这个环保署里面在管这个的部，这些人是不是也要用这种刑法来处置？是不是他们有过程刑责哈？那还是他只是行政怠惰而已？这一部分要由承办的检察官就事实的情况呢，才来做认定。我这边没有办法来义务。这两个，一个是罚则太轻，一个是行政不够认真。你这里哪一个需要比较改善多一点？当然，马上可以做的，就是行政机关应该马上。要立即去负起调查追查的责任。好，现在已经事情发生了之后，这样，但是预防它的发生哈，预防它的发生两个方法，一个是刑责加重，一个就是认真去查哈，认真去预防，来认真去不要查这个流向，哪一个比较重要？应该是马上查比较重要。对，我认为这样子，土法不足以自行。如果说我们在这里哈定了一大堆，不去做，有什么用呢？所以呢，常常发生这种重大事情的时候呢，行政单位就怠惰，以后呢，他闪了，闪来闪去就推给法务部，推给立法院，说啊，这个法定的不够了，赶快来修法了。这是 M 弹，现在应该马上去处理，以及马上展开一种行政作为，展现公权力，预防未来发生的，这个才是对嘛？什么东西都推到法律来，这是其实不对了。七年他说不够重吗？三年以下不够重吗？其实这重点不在这里。如果是要关公务人员，可能他就觉得太重了；如果要关老百姓，他就觉得太轻了。那这个东西好像都是老百姓的责任啊！发生以后呢，老百姓自己检查，这都不对的。是公务人员应该负起他的责任，我们的公信力要来自于公权力的展现，而不是说把法定得很重，但是不去做，到时候还要人民去自求多福，这当然也不对啊。所以这个部分呢，我就跟你请教到这里。第二个哈，我看今天哈的这个羁押法哈，整个大体上我可以大方向。什么叫大方向呢？就是说你们认为说看守所里面还是只是嫌犯，那嫌犯是不是犯人？请教。当然有，以刑事思想的理论来看呢，那个被告还没有定罪之前，我们还是认定他是无罪的。OK， 所以理论上哈，所以他虽然是嫌疑犯，但是从这个精神上来讲，他不是犯人，他是在被调查中。是。那理论上是外国越来用科学方法调查，他就不要关在那里啊。那我们从以前这个有一点这危险时代哈，的确说能力也不好，因为我看他是说有酌类轻的羁押，非羁押。显然，一个非以羁押显然来执行追诉审判等等，表示说这个要关不得已才用啊。结果现在不是关起来就好像当成犯人一样，那所以人权的保障就在这里，他把他当成人犯，那人犯不对啊，因为监狱才是人犯啊，这个还没有人犯啊。问题上把他看成一样人犯，再加上检察官跟律师又不对等，检察官后面好像是代表正义一样。因为这是刑事犯，还让这对他不够好。再来，法官又跟检察官站在一起，那整个这个人权当然保障不好。为了落实说，其实他现在不是嫌犯，也就是他是无罪了，他是无罪推定，等于是他不无罪啊。那理论上这整个的修改啊，要更加的往这种人权保障，当成他不是人犯，你有摘雕，你有科学办案嘛？因为科学办案才重要，不能说自己怠惰自己无能啊，结果就变成说把这个人犯有一点当成犯人，你知道吗？他是嫌疑犯，他还不是人犯啊。所以这里面我就没有办法一点一点去做大方向，我是真的没有往这边去修正。但是很多部分，比如像说你把他关起来是为了求证嘛，不是处罚嘛，因为还没有犯罪就处罚嘛，对不对？他不能处罚，那这个是理论上假设你关在旅馆能够求证，也是在求证啊。也就是他的各种设备，如果你这样想，就会知道说他其实还不是人犯嘛，不是在处罚他嘛。但是我们整个作为坦白讲，有点处罚他的味道。结果大家都在小节上改来改去，改来改去，没有落实部长你刚刚讲的无罪推定的这个大方向，这个大原则。那如果说要求证，这个很奇怪啊。
他是为了怕串供才叫嘛，不是为了求证而已嘛，对不对？为了怕串供嘛，是串怕一网他串供，对嘛？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哈，你让朱姓的出去要很小心，而不是进来很小心呐、啊。所以现在法律上刑事啊就规定得很慎重嘛，对，检察官也不能做羁押的决定，还要向法官申请。但是现在法官也要叫你为什么？法官也常常站在检察官这一边，你知道吗？哦，应该不会，哦，应该不会。我看是大部分都这样子了。所以我们现在羁押法就是跟原先的做一个大翻修，就是照这个要做大翻修。讲的这个基基本精神来，为什么有的人不能听收音机，有人不能看电视，有的人送进来的东西，如果你是怕串供，应该是怕出去。哦、怕出去的东西，而不是怕进来的东西。进来的东西理论上他还是没有罪啊，没有罪，但要收集最多资讯来保护自己啊，他才 defense 啊。为什么会断绝他的资讯呢？一般报纸的资讯、电视的，这个应该给他知道嘛。啊、当然，特定人士你要在那边说怕他有串供，这个是我们可以了解。啊，怎么会一般的讲法他这个反而是不对等啊？因为检察官反而是很可以拿到所有的资料。被告这边缓了没有？这就不对等啊！所以这个整个大方向哈、哦，我是觉得说，在看守所，你知道你们2010年曾经做了一个看守所羁押人犯监狱执行阶段的一个 Lefty 的调查，结果呢，这今年才做，以前没有做，但这有做的这几个哈、哦，这几个，我们发现从2016年到2010年，所有的成绩都下降，表示我们哦。这个当然是专家学者几十个去做的，表示我们现在反而越来越严格，越来越不尊重人性呢。从2016的资料，2017不大变，在每一年2008以后，每一年下降到2011年下降很多呢。马英九执政又怎么会人权？他欠人的关反而人权越不能保障。第二个，第五点哈、哦，看守所的收容管理羁押被告能做到无罪推定原则，有别于受刑人生物的处遇吗？2.5分跟其他的总平均叫2.5556啦，跟我的报告，我们完全一样。我们这次羁押法会做这么大幅度的修正，就是因为这个结果嘛。这样的一个精神，对，因为这个整个一直下降，这个很奇怪。整个苏华哈、哦，在马英九执政之下，缓了下跌。那现在当然是第五点哦，第五点哦，发现说看守所等同监狱啊，这专家学者眼光几乎一样，一个2.5分比他还差嘞了，平均还2.556嘞。所以他这个缓和差，所以在这缓和差之下，的确哈、哦，这个看守所的人犯被当成监狱人犯在看待。那现在我们应该不会了、哦。不，所以这个新华哈、哦，我们期待，但是里面等到逐条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些还是太注重小节、小节、小节，这边搞得绕来绕去，不敢大规模、不敢大张的改，只能像小小的规，表示这个观念还是把无罪推定的人还当成有罪。带罪诸身，所以那种想法还是有点僵化。所以这个部分、哦、我讲我们改的幅度相当大了。再大一点，再大一点，我是觉得说有一些部分了、啊、哈，比如像说仅数一啦，这个部分有改，我赞成，以后应该是以这个为主，而不要说脚靠手靠一大堆了哈。哦，这个东西都可以，但是需要用吗？啊，这个也是要再还有拿呢，在里面不乖，哦、变成说有无罪的人在里面不乖，变成说用禁止接见啦、啊、禁止放风啦、啊、什么、欸他不是换人呢、欸？为什么都变成里面就随便就变成他好像犯罪一样，又再加重其他的处罚哦，才让他乖？像这种东西哦，里面都一直存有所有的人，恐怕司法院法务部里面哦，只有你啦，其他人都还有存在这个存有的观念。你现在在你这样讲得很清楚，叫无罪推定原则。我看底下的人都还在有罪推定原则。我们一定会把这个精神。加强一定要，因为我们会赞成这个方向，但这个方向还的落实还是不够了。我看这条件还太多，为了那小节写来写去，应该。